340公尺长的路，然后宽10公尺，然后这整条都是很空旷的，但是在那个就是荷兰时代，那再来就是荷兰，然后就是明政，然后到清代之后，因为这条路很大，所以他在中间就盖了房子。他盖房子之后，这里就有点像一个商业区了，就两边就开始了，所以就是会看到有一条在卖鞋子的啊，或是电商街啊，然后帽街、布街、打点街这一些。然后现在看到的这一栋啊，就是以前国华大楼这里，中一路这里，这里就是我们刚一开始讲的叶子涛他的那个周处的地方，就是大隐街，这一条就是大隐街，对啊。他所以你看有那个刚讲的帽街啊、布街、草街，然后一整条就是在这一条街，所以我们都知道就是台南街，大家都讲它是你的眼睛啊，眼睛。